颗星评价哦，谢谢。这样一个人走出来，哎呦，这样一个完全不会。高脚他就是会有动力，然后气不在这个位置。还是你是扣板，我气动枪，我不是用的，那我不会反对。他是假枪。好，兵器改一下机位哦。你还有我相信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待不下去了。好的。慢慢唱，你的，原来你是内心的。这是华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，然后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好好的看看凶手到底是谁，你猜对了吗？要说的是，罗莎娃辛苦了，这一段时间已经被大家吵到烦死，说不要吵老娘了，一直在追问你凶手是谁。如今三月十八终于要on档，心情如何？再不播我真的要没朋友了，真的，要么就是逼问我什么时候上，要么就是问我说凶手是谁。我说什么时候上就是要看 Netflix 公布，然后凶手是谁我也不能说，然后就是各种的问。就没办法，终于要上，我就松一口气。制作人真的没有第四部了吗 ？Never， 绝不会有吗？这没有，真的没办法，就是现在给出答案，因为除非真的可以写出更好的剧情，要不然这是个完美的 ending。一开始看葛俭是个好人，越看觉得越不对劲，越来越歪。兄，你自己说葛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？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斯文败类，就是很败类的那一种。但是其实我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以为真的是一个，对。后来看到哇哇哇哇，对，就觉得很过瘾。那个哇哇哇可以帮大家示意一下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哇哇哇，剧本越来越好看。对，哦、对对对。所以葛俭在第三部会不会有一些很惊人的发展？出来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简单来说是这样。发生在葛俭身上会有感情线吗？哦哦，可能跟陈哥会有一些吧。哪最长时间相处？跟陈哥会。那所以你是越来越歪还是越来越弯？又有超有梗，又歪又弯。然后其实在那场戏里面，我们在那个工厂里面，就是，有一幕是，其实陈哥有一点受伤了，所以他蹲在地上这样，然后这并不是我们剧组安排的，但是就是突然后面有一个木头从后面这样轻轻的倒下，直接扣到陈哥这样，然后那时候陈哥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情绪，就是骂阿达，直接骂脏话骂了阿达，就是，对，然后。后来那个画面蛮好的，就被导演保留下来。对，那拍完就所有人都在笑，只有陈哥一个人心里在哭。王伯杰，对你来说，你自己觉得这是一趟什么样的旅程呢？伯杰，哎，你要谢谢我哎，真的是谢谢，对不对？我都还要，这个要谢谢我是红娘，我们这戏是红娘啊，就拿工费谈恋爱，拿工费谈恋爱。这个我们还没有到要。各级婚家，对，就因为也才一年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稳定蛮好的，都不一定要结婚，就是顺其自然。目前是还没有。